半小时，其实是一小时，游览一下木星美术馆。在哪里？乌镇的东栅。东栅是什么？就是西栅的东边。但是东栅呢，就是有那个原住民住在这边，就像你身后的老奶奶一样。对，所以这边是没有夜场，因为大家晚上休息。让我近景拍一下这个糕，哦，还是没什么味道。对，他刚刚说纸是可以吃的。哦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外面干的吗？
它里面有吃到豆沙之后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一定要咬到。非常好吃的甜品店。